哎，齐平兄啊，一个三，什么事儿大呼小叫的？没看到我跟九主任在打牌吗？九主任和部秘书也在啊。小七啊，你们项目部的人就这么没规矩吗？不像我们公关部四把不丁。是呀，九主任，你这个没用的东西，快说什么事儿？是这样的，成都最近降温不是挺厉害的吗？工人们选了个代表，问一下能不能提前发那个低温补贴。这是啊，奶糖，财务部有这个预算吗？没有办法，表姐。那这个事啊，原则上是可以的。哦，那我尽量办吧。啊，幺弟啊，你这个事情原则上是不可以的，一个八，有点难办呐、啊。还不谢谢九主任，谢谢九主任，谢谢九主任。等一下，你刚才打扰到我打牌，就这么就走了吗？过来。哦。把大门关上。哦，谢谢九主任，谢谢九主任。哎，姚哥，那咱这个事儿是办成还是没办成啊？找齐秘书肯定没办成，但是找九主任肯定就办成了。哎，你怎么知道？齐秘书说原则上可以，实际上就是不可以。奶秘书说尽量办，其实就是办不成。但九主任说这事儿原则上不可以，其实就是可以。部秘书说这事儿难办，其实就是能办。到底怎么办？能不能办？今晚上三点就知道了。哎，为什么是三点啊？你没看过《西游记》啊？哎呦我的妈！哦。